大家好，我是多米多罗，是一个外国人吃东西的影片都有很多观看，所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外国人来喂台湾东西了。他是日本人啊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台湾的日本人。哇，你中文说得很好哎、欸。没有。那我今天要给你吃我喜欢的台湾零食、嗯、啊。那首先就是这个可乐果，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，它还有很强的这个劲道哦。哦，苦涩嘎子哟，那请吃。咋了？来看哦。好。哦，嗯，很脆耶。对，哇，有什么味道？口中有大蒜的味道啊！我今晚不可以接吻的。不可以跟女友接吻。嗯，虽然这个嘴巴很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蛮喜欢的。啊，这个，那我们来吃下一个，就是乖乖，你有没有吃过？有啊，其实我也有。为什么你有吃？你呢？有。为什么你也带了一包乖乖？有。你这个男人有什么毛病啊？不是啦，我离开台湾的时候，我为了给我的同学还有那个家人，我特意买这个，这是作为。哦，那你现在回日本要拿给家人哦？可是我这是为了我的家人，可是我的家人这个东西被拒绝，被拒绝接受了。他为什么要拒绝接受？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发生某个不好的事情、啊。什么事情？就是交到女朋友。为什么很不好？交女朋友？就是让我妈都生气了、啊。你妈不喜欢台湾人呢、啊？是啦、嗯，就是因为我一直都。把它当作我的秘密啊，没有跟他说过的，所以他生气，我妈生气，然后这个东西留下来，然后到肚子啊，所以你要给我，交换，交换，谢谢多米。那你闻闻看是什么味道？甜甜的，我以为这个是咸咸的味道啊，这是 coconut 的味道，请吃。一二三月就爬了呀。什么味道？一点点，然后就是有点浓厚的味道啊。不愧是奶油椰子味道啊。哎，好不好吃啊？就是这个味道，我蛮喜欢的。没有那么强啊，而且吃起来。错觉，这个是健康的，健康的，比日本的零食更健康，比 Happy Town 还健康，一口接一口，一个字。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零食就是这个缤纷乐，缤纷乐，其实有，这个人到底那个时候我去某个老街，然后在那边的角落垃圾遭到抓到了。那你还是得要吃一下的吧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已经融化的味道很糟糕了。哦，那这次就能吃到完美的缤纷乐。完美的状态。它不是这样开吧？这中间有一个袋。哎呀呀！谢谢多米帮我开。那试试看。好不好吃。蛮浓厚嘞，里面有是焦糖吗？我也不知道嘞。浓厚的巧克力的味道，有榛果酱哦，榛果，蛮喜欢的。我也很喜欢，应该女生喜欢的味道吧？女生都喜欢巧克力吧？黏黏的，有点初恋的滋味。又来了，我觉得台湾的零食，我自己觉得。比日本更好啊！哇，真的哦！真的，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零食是比较单纯的，单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这个地方啊，里面没有东西夹在的，里面没有包东西啊。对呀，好脆。什么意思？那最后要一起说爱台湾。爱台湾。那你有去过富士库吗？富士库风俗店。没有去过。怎么不是日本男人都会去的吗？啊，
其实虽然我没有去过，但是我知道在台湾认识的留学生有去过台湾的婚食店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他是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女朋友，可是那个女朋友要求那个男友，你需要累积经验，然后 你去去看婚食，然后练习一下。他觉得他的做爱技术不好哦，应该吧。然后他用自己的钱去特意去台南，去台南。虽然他就在台北念书，但是去台南，然后去看看婚食店。然后那个时候来的女生是，应该是越南的，东南亚的人，不是台湾的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时候，那个女生的，她拒绝跟他接吻的，她保护自己的。抵制的接吻，但是那个时候，那个女生很积极的靠着那个他人，然后他一直护着自己的脸，所以他看不到什么。然后趁那个时间，女生越来越爬来的。为什么？他害羞。应该吧，应该吧。然后他的那个鸡鸡被。吞没在那个女生的那里了，哪里呀、啊？那里、啊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他自己说，因为那个女生的那里，所以没有感。你偷偷的在要。那但是他发现啊，我的鸡鸡竟在的那里啊、然后他哭起来跑掉。他哭，他是 DT 吗？OK 对呀、啊，对，没错。他的第一次就是不认识的越南女人啊、哦。对，对。那女朋友也是很奇怪哎。太奇怪了。太奇怪了。对。那个好了，这是个意思。谢谢你的分享。我本来想听日本风俗话，你竟然讲台湾。我不知道日本的风俗店是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个日本人，日本的风俗店的风俗酒，那个女生的水平蛮高吧？哦，都是漂亮的，而且她们的身材也蛮不错的。嗯，是是哎。那我们下次一起去。一起去哪里的风俗店？いいですね。いいですね。也谢谢露米跟我一起拍影片，谢谢你喜欢台湾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